却人间客，是一众生与爱难求，但去尘埃又会如何，此心可悟不可修。造化酿成风月一滴泪，处理的悲心梦蝶梦秋水，万劫终不会再留到掌间来回。我看不破地去天归，造红尘不需百转千回，浮华开往年岁，惹菩提潸然地你变男装做什么？我想胡来。我穿女装进去干嘛？抢人家生意啊？我们是来查线索的，自然要低调一些，当然是男装更方便喽。严旦说的没错，你若不入红尘，怎知你心中到底有没有尘？不去。别装了，走吧你。公子，您喝酒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公子，请喝酒。唐昭，喝酒。这是谁啊？这可是我们这儿的头牌，扶霜姑娘。好，好，跳得好，扶霜姑娘。哎呀，扶霜姑娘跳得太好了，要是扶霜姑娘能陪我一宿的话。公子，请自重。我出一千金，我出一千金。我们是舞女，又不是青楼女子，他这样做也太过分了。这萧气可是出了名的花花公子，这扶霜今儿可真背，竟被他给盯上了。怎么说怎么说？这萧气啊，明面上是此地附身，实际上是出了名的采花大盗，最爱用迷香迷烟这等下作手段，身上命案无数，萧家与当地官府沆瀣一气，没人能奈何得了他。你看这线索不就来了。多谢萧公子盛情，只是萧公子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进欢房是舞房，并非琴楼楚馆，姑娘们卖艺谋生，萧公子若想夜宿进欢房，怕是不能满足。扶霜，来敬萧公子一杯。慢着，这一千斤的酒能这么随随便便就喝了吗？怎么也得喝个交杯呀、啊、是吧？这个登徒子，官府管不了他，那今儿个就让我这个严旦小爷好好的管管。哎，哪来的臭鸟？鹦鹉见这轻歌曼舞，尚会察言观色，噤声不语。而某些人怎么没皮没脸的搅了这雅致还不自知？这人呢，还不如鸟之行识趣。小家伙，你说对不对啊？坏东西，坏东西！多谢柳公子，
公子今日不在台下看舞，服装跳的可没趣呢。你是什么人？我出1000金买每人一杯酒，与你何干？没钱少给我装模作样，小心我把你打得叫爷爷，再扒了你鹦鹉的鸟毛拿回去炖汤喝。嘿，哎呀，哎呦，你柳大爷今日便替你祖宗教教该如何对待美人。服装姑娘，我也愿出1000金，不知你是否愿意与我共饮？柳公子就算身无分文，服装自然也是愿意的。好啊，你这个贱人，这净化房原来是个黑店，你给我等着，我让官府把这给封了。等着，萧公子，对不住了。我有个计划，这样，你们两个去盘问一下这个萧气，这个柳维阳绝对不简单，我去探一探他的虚实。严丹，此人功法了得，你最好小心。知道，我做事，你放心。你们干什么？我已经许久不用这些了，你们别报错了仇。你少来这套！女有同，债有主，我萧霁对天发誓，我从来不对男人用药。你专欺弱女子，不知羞耻吗？既然你专精下药之术，这个可曾见过？我也不是刻意隐瞒你们，使用这种迷药的江湖上我有一家，我着实不敢招惹他们呢。谁？沈霄公，这蒙汗药就是他们沈霄公所制的销魂散。别说谎，我怎么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沈霄公呢？他确实没有骗你，只是你下山不久，不知晓罢了。这江湖当中确实有一神秘组织，名唤神霄宫。神霄宫极为神秘，无人知道他在何处，也无人知道他的公主是谁。神霄宫的弟子均为神出鬼没之辈，没想到我们竟被他们盯上了。这位公子见多识广，正是如此。这神霄宫西用梅花为饰，宫人身上皆有300梅花紫青，轻易不与世人。我曾研究过神霄宫的药方，很多药材出自朱翠山，想必这神霄宫就在朱翠山的附近。我还在净幻房的后院中曾经闻到浓烈的狭叶蒲根的味道。若再让我见到你作恶的话，必将取你性命。我滚，我滚。今夜我们便可在此地住下，入夜之后便可到净欢房的后院去一探究竟，便知他所说的是真是假。怎么回事？我以为这个柳微阳是个行侠仗义之人，没想到也是个猥琐邪祟之徒，看我怎么教训你。你在这鬼鬼祟祟！公子，瘙痒术。公子，服装姑娘，你放心啊，以后这个登徒子再也不敢对你无礼了。可是，不必再害怕，不必再为他推诿，我看到他拿针扎你了。以后有我在，放心啊。我想公子你是误会了，我净欢房中的女子皆爱以花草虫兽的刺青为饰，你看我这臂上的蝴蝶颜色旧了，所以我才请柳公子以针补色。
柳公子常宿于此，与我房中的姑娘皆是好友，他还常常赶走那些无礼之徒，所以他与我们只有恩情，从无仇怨。你这，那你这弄得大家不都很尴尬吗？啊，刘公子，误会啊，大家误会一场。就凭你这拙劣的身手和眼力劲儿，还想逞英雄呢？哼！别误会，误会！巧了，你身上有股莲花香味儿，我养的这帮小东西们最喜欢吃莲子了。兄台居然会使御鸟之术！进欢房里的是非多，不多会讲记忆的话，房里的美人们碰到今天这种情况，岂不是要被那些浪荡子轻薄侮辱了吗？柳公子，这位严公子也是好意，既然是误会，你就放过他吧。既然扶霜姑娘都开口了，也罢。怎么回事？还好柳未央放你一马，乱是乱了点，但是没破相。柳公子虽然没个正形吧，倒是个风趣的人。嗯，你信他个鬼话，我才不信呢。有如此心思还神通广大之人，不求闻达，就光在这舞房里怜香惜玉，我才不信。要不然就是这个柳未央有问题，要不然就是这个进欢房另有玄机。嗯，有什么玄机？一个舞房竟然还有药房，而且药品如此齐全，确实不太正常。你们二位来药房做什么？生病了吗？狭叶蒲根，你识得此物？几位公子，这是怎么了？没事，他们二位肚子饿了，让我去做一盘炒蒲根。狭叶蒲根乃是朱翠山特有的食材，清脆爽口，最能下暑气。镇上的人一般用来下酒，也算是当地特色。尝尝。柳大哥性格直爽，我就有什么说什么了。既然这蒲根是食材，为什么会同药材放在一起？而且我也是第一次见到，在舞房当中竟然有药房的。二位果然是江湖中人，这疑心还是不浅啊。房中的姑娘们经常练武，有些摔伤磕碰什么的在所难免。再说了，万一碰上几个喜欢下药灌酒的客人，有些药材备着也好应对嘛。单以狭叶蒲根入药，可治痰多胸闷。你说的单以狭叶蒲根入药，那你可知还有其他的用法？莫非你们二人是遭遇了神霄宫之人？狭叶蒲根入药只有两种方式，
若非化痰舒心，那便是迷魂之用，而此方唯有神霄宫可知。那关于神霄宫，你还知道其他什么事？神霄宫形势极为隐秘，我久住禁欢房倒是有所耳闻。据说这个神霄宫公主一直在找一件叫做李晨的法器，我听说这个李晨好像是一件天上的神器，若不知道怎么用，拿到手不过是一件普通的拂尘罢了。哎，唐公子，难道你……刘公子，这是我们与神霄宫的私人恩怨，我们不方便告知，还请见谅。理解理解，江湖是非多，我亦不愿多沾染。不过相逢便是缘，我好心提醒二位一句，如果我猜得不错，你们一进入珠翠镇便被神霄宫的人给盯上了，你们不用花心思找什么线索，既然公主想要李晨，那她早晚会来找你们，你们可要做好准备啊。哎呀，可惜了这盘炒蒲根啊，看来只能我一人享用了。此人是敌是友，当真让人琢磨不透啊。此地可谓是鱼龙混杂，若是在这儿多住上几日，说不定会了解到更多神霄宫的消息，就算他们真的找过来，我们也有应对之策。哎，这个地方甚好啊，活色生香，凡间六望，色声香味触法无一不全，我们多住几日，不仅可以调查线索，还可以多积累人生经验，我是一万个赞成的。柳维扬对神霄宫很了解，问到关键之处他却语焉不详，怕是他想探讨我们的底细。那可不一定，不知道是谁探到谁的底细。哎，你们之前提到过神霄宫的人喜欢用三瓣梅花刺青为标记。对啊，柳维扬正好会刺青之术，岂不非常可疑？三位公子好巧啊，可要对其解闷，柳公子刚刚那盘得胜了呢。哦，不过十子而已，算是场小胜，福霜与我学习半个月进步如此神速，果然聪颖。还是公子教得好，这禁欢房来来往往人甚多，还从未有人能够赢过公子呢。柳公子，您的功夫刺青御兽还有下棋无一不精通，像您这样的人才为何会躲在这胭脂堆里呢？都是些爱好罢了，要是严公子对下棋感兴趣，不妨来试试。甚好，那我就派出我的小弟与你比试一番。上。你不是出身名门正派吗？琴棋书画你肯定样样精通啊，你上啊。下棋我是真不会，靠你了。那巧了不是，我也不会。要不你上。我也不行。啊，那怎么办？林青如此冰雪聪明，我猜啊，你就算现学也能胜他。你现在说这番鬼话合理吗？哎，要不然咱们两个打个赌，如果你不能胜他，往后夜宵全由我来做。上吧。罢了罢了，只能我出马。来吧，我与你比试。慢着，我和这帮姑娘们下棋是因为他们聘我做了教棋师傅，我要是与你下，可有什么赌注吗？这样吧，金子银子乃是俗物，赌起来太没意思了，若谁赢了便问输家一个问题，必须如实回答，如何？成交。最近怎么总有恍惚之感，仿佛曾经也与什么人这般下过棋。
我们毕竟是来查李晨线索的，若是消息走漏的话，怕是不妥。现在正是好好摸清柳维扬底细的好时机，而且我断言严旦必胜。你怎么知道？他虽然是有一点点小聪明吧，但也是现学现卖，只怕是还没有开口掏出线索呢，就把我们的底细都露光了。我就是知道，而且三盘以内柳维扬定吃不下严旦一子，你去看着吧。我赢了。哎呀，我一时激进被你钻了空子。愿赌服输。你生平所见过最厉害的法术是什么？这个喽，不离锁，可以使人变成傀儡，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要我看呀，这么恶毒的法术应该尽早废除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得提前研习一下御鸟术，或许更适合你。小人，再来。我赢了，该我问你了。这柳公子一看就是富家公子，那你为何不归家，常年住在这金荒房中？家中的规矩繁琐，不如这里肆意快活，自然就不愿意回去。那你家在何处？你到底是做什么的？想知道的话，再赢我一把。来。师从游侠，最善驯鸟，心无大志，随缘度日。等等，棋子的数量不对。你赢我一子，棋盘上有180子，那么也就是说我的棋路里应该还剩一枚白子，但你看现在它不见了。按照规矩来说，棋路少子，对双方应当互相搜身，以证清白。我一向光明磊落，搜身就搜身，别想污蔑我。来。不可。不是吧，又来。还真没想到啊，原来严兄是女儿身。但是即便如此便不让搜身的话，怕是有出千之嫌。按照规矩，在进欢房出千，剁手。进欢房是你家开的，说剁手就剁手啊？从来就没听过这种规矩，你再说一遍。不好意思，我给记错了，无需剁手，只需上台表演一番，给大家助助兴即可。这个柳维扬看似漫不经心，实则另有心思，肯定有问题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进欢房的红花绣球，每位舞娘都有一朵，只要抛出就代表情定此人。绣球招亲可是体验红尘乐事的大好时机，唐公子切莫放弃。绣球先落在你的眼前，显然与你更有缘，我可不敢夺人所爱。你既知前后顺序，那有些人你早就该放弃。
沉公子，你接了我们扶窗姑娘的绣球，就要接受这段良缘了。法环在手，约束于心，从此断情绝爱，了却红尘。难道唐周对浮生动心了？姑娘，姻缘之事还请另觅他人。果然受伤了，我猜的没错，只是没想到竟然伤得如此严重。我与你初相见之时便见你配有此环，只是不知此为何物，为何会将你勒伤呢？凌霄派继承人需要佩戴此环，以证心无旁骛，了却红尘，若有违反必受锥刺之毒。如此看来，你岂不是……无妨，修行之人向来自觉于声色犬马，你出来五房难免心神不宁，实属正常，不必太过自责，用不了多久便会好起来的，慢慢的你就会习惯了。两位公子打扰了，今日得见两位精妙绝伦的剑舞，浮霜大为敬佩。浮霜于镜欢房中献艺，时而被人轻薄调戏，想学一些招式法术防身，不知公子是否愿意传授一二？荣幸之至，唐公子自然愿意传授。唐公子，习惯的机会来了。浮霜从未习武，还望公子赐教。姑娘从未习武，得从基础开始学。这套招式够你练个半年了。只是浮霜往日宾客也不乏习武之人，寻常招式怕是难以防身，不知公子可有什么独门秘招可保浮霜周全？门派独创，仅自家人可学，绝不外传。浮霜今日以绣球相制，便是情定公子。若浮霜成了公子的人，是否可以传授于我？唐周，在忙啊，我是不是打扰了？没有啊，浮霜姑娘前来请教防身之术。是啊，既然你已经接了人家浮霜姑娘的绣球了，那浮霜姑娘以后的安危自然是你来守护了，你不用解释，也不用不好意思，我们都懂的。原来只有你能让他心乱。既然严姑娘前来拜访，那浮霜就先行告辞，晚些时候再来向唐公子请教。我来找你们是有正事儿。我刚刚观察了下柳维扬，我发现他对你们舞剑的招式十分感兴趣，先是设局看你们比剑，后又有浮霜姑娘主动前来学舞，我觉得他们的目的没有那么单纯，我们得注意一点。是，浮霜有意接近，我会尽量跟他周旋，看看能套出什么线索。唐天师向来不近女色，在周旋的时候可千万不要疾言厉色，露了马脚才对。余墨，我刚刚听闻说这城中有一个说书人特别喜欢讲沉香如屑传奇，回头咱们去听听吧，没准有什么线索呢。好，
那明日辰时我们一同出发。好呀，没问题。锥刺之痛，轻则血流，重则筋断，你不可一直这样硬撑下去。凉水浸身可平心乱，快试试吧。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方法的？我也有过迷惘之时，在过去的日子里，我看到我自己的心上人同他人亲热的时候，我内心之痛如锥刺骨一般难以克制。后来我学会了将自己泡入寒水之中，用寒水来麻痹自己，克制自己的情愫。心上人，可是如何才能明白自己的心呢？三界之中均特性不一，为生死平等。当你的意识逐渐迷离之际，便会想起自己心中所爱之人，而这个时候只能面对自己的真心，谁也无法逃避。我的意思是让你大醉一场，并不是让你自溺而亡。你想起谁了？若是以正真心，是不是会让自己随心而动呢？凌霄派继承人应当了却红尘，若是心生一念，便是弃道负义，为师门教诲，我必须恕己。师父，我为妖所杀，而如今你却跟一只妖动情生念，你不配叫我这声师父。徒儿并非有意破戒，此妖亦不是邪祟。师父，难道动情真的有错吗？他人皆可动情，而你不行，尤其对方还非人是妖。难道你忘了师父是怎么死的了吗？难道你要弃凌霄派不顾，弃正道不顾吗？唐周，醒了吗？今日咱们还要出门查案，你若还不起来的话，只怕严旦会来掀被子了。快起来吧。说好一同查案的，你说这个唐周，堂堂一个天师还能落水，落水还能得风寒，这已经够稀奇的了。那个李晨明明是他的救命之物，他还能如此不小心，真是服了。如果你真的生气，也不会打包这么多点心给他吃。嗨，这不是因为他给咱们挡酒东西才丢的吗？他可以不仗义，但我们不能不仗义啊，对吧？这些点心足够他吃了。哎，这个是你最喜欢吃的，不如拿回去解解馋吧。这些都是你花的银子，你多吃一点吧。来，
我不喜欢吃。说那神霄公主，九尺男儿，剑眉星目，气宇轩昂，豪气冲天，真乃英雄也。哎，我怎么听说那个神霄公主是一个满脸麻子的矮冬瓜呀？胡说，神霄公主身轻如燕，轻功高超，怎么可能是个胖子？别吹牛了，我见过神霄公主，她是个老头，腿脚都不利索，哪会什么轻功啊？神霄公主明明是个女子，我还闻过她身上的香味呢。哦，还真是百变啊。你说光是一个茶馆里面就有那么多人说见过神霄公主，而且描述的形象都不一样，这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？要送官了，你们去两个人把萧齐少爷的随身衣物全部打包好带出来。是。前两天刚从他口中探出些消息来，今日便死了，这事儿肯定不简单啊。这其中必有蹊跷，不如去府中打探一下，看我的。嗯，都弄好一点啊。夫君啊，你怎么就撒手人寰了？你是何人？小女子是寄欢房的舞娘，我与萧公子一见倾心，私定终生，本来今日是他赎我的日子，可没想到人没见到却天人永隔了。虽说我们没有媒妁之言，可是在我的心里他已经是我的夫君了。您行行好，让我进去看看他吧，哪怕一眼好不好？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。您自重，您自重，您自重啊。大人，怕是您有所不知吧，我妹妹对萧公子可是一往情深呢。还请您行个方便吧。行个方便吧。那你们随我来吧。大夫已经来看过了，少爷是酒后噎食，气结而亡。少爷向来爱喝酒，但是谁能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？小狗子，小狗子，哎，此处有伤口，萧齐之死果然不是意外。这位萧公子昨天可曾与何人接触过？少爷，少爷是凌晨回的府，在门口被一个卖酒的老太缠住，少爷说求他买一些酒照顾生意。哎呦，后来我就差家丁把他赶走了，少爷便直接回了房。再后来丫鬟去伺候洗漱，一开门就发现少爷已经倒地身亡了。那你可曾记得那老人是什么模样？模样倒是寻常，不过他带了一只梅花样式的银簪子。萧公子，此生不能给你结为连理是我的损失，可否让我取下你的一段青丝聊以慰藉？这伤口的形状或像一朵三瓣梅花，八成跟神霄宫有关。哎，头戴梅花簪，又是卖酒，说不定是客栈里偷李晨的那个老太。
终成信长。若我舍下这些物件，是否可换得心境？唐公子可在？福霜前来向你学习防身之术。我身体不适，不宜受物，请回吧。公子何处不适？福霜略懂医术，可帮公子诊治。好精美的簪子。放下。福霜很是喜欢，可否赠与福霜？公子这样紧张，莫非是心上人之物？姑娘说从未习过武，为何手掌会有这么多老茧？公子怕是误会了，这是福霜弹奏琵琶时所留的指茧。唐周，颜淡，你别误会。二位见笑了，方才唐公子说身体不适，福霜正在为他诊治呢。昨日教练武，今日帮忙诊病，进展不错嘛。我看唯一不足的是把别人的东西当成定情信物。良辰美景的，正好给你带回了点心，慢慢享用吧。不打扰了。颜淡，颜淡。这是颜姑娘的东西吧？我见她方才盯着这簪子，大概是误会了。今晚怕是要赌气伤心，快去哄哄吧。福霜先告辞了。颜淡担心你的病，特意为你打包了点心，没想到却撞到了这样的一幕。你放心，颜淡足够聪慧，相信定能看出福霜的弦外之音，用不了多久他便好起来了。颜淡猜得没错，福霜故意靠近，暗中在我身上搜索。方才我发现他有久练刀剑的老茧，十分可疑。思念的伤，遗忘随月亮。
洗尽纤尘仍有你依稀模样，轮转中为此念风长，一世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平添一池落花种，看破红尘的眼红无红。你是遥遥天上一捧秋月容，只敢潇洒不敢浓，梦中梦中有良人。Yeah.